我其实睇中咗个电子琴，但系我谂紧摆边，因为屋企实在冇地方摆。虽然阿 Sir 成日都话我屋企有4000尺，但系真系冇地方摆，冇可能。冇 party time， 我冇谂过，我今日冇谂 party time。阿姐，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相片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信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虽算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它可带予我一丝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梦变真，梦变真，求可以。是特别的你，曾相片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得意时。这一刻嘴不说，没有信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虽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它可带予我一丝惊喜，实现我心志，梦变真，梦变真，求可以。幸运是我
嗱，芒果啊，唔系十二笑芒果啊，十二笑，十二笑啊，十二笑啦！你千祈唔好唔相信吓，四千尺呢家嘢咧就系假嘅，只不过阿 Sir 咧作出嚟嘅咋吓。你见到咧，我屋企咧就系咁大噶啦。OK， 你千祈唔好误信我真系有四千尺啊。嗯 ，OK， 死啦！有人真系想我有四千尺屋企啊，点算啊？点算啊 ？OK， 多谢建明 ，thank you， 多谢你嘅 super chat， 多谢我哋啦，Sam 哥嘅 super chat， 仲有啦，多谢我哋 Tony 嘅 super chat，thank you。我一路唱嘅时候，跟住我就见到阿芒果喺度讲，佢话小米，原来你屋企有四千尺，你个富家女唔系啊，唔系咁嘅。屋企香港，你要知道香港有四千尺嘅屋企系好难嘅。OK， 四百尺都冇啊。好啦，见唔到我嘅基金。OK， 四千尺要几多钱啊？大佬，应该好贵啊。四万尺。OK， 话俾大家，大家知香港是我家，你哋而家都喺我屋企噶嘛？我唯有可以咁样讲啦。如果你讲到咁大，系咪吓？即系唯有系咁讲啦，啱啊？即系唉，冇啊，边有啊？你唔好唔信谗言啊！唉，最幸运系认识小米，可以欣赏小米嘅歌声。Thank you， 多谢多谢维光 Jam。多谢多谢大家嘅，哦哦有飞吻添啊！多谢 ，thank you， 顶住啊，撑住 ，yeah！ 唔系我头先一路唱嘅时候，见到阿兔兔呢度复活啊喺度，系Sam 哥 ，Sam 哥嗰个 super chat 咧一出咧，跟住砰啊，有个公仔走咗出嚟。不要喊，放心，我冇喊。放心放心，啱啊！大家都应该早啲休息。好、no? ，OK， 幸运幸运是听小米唱歌啊！多谢 ，thank you。好啦，咁我哋咧再拣多一首歌去唱先。好快有啊！我都希望我换我哋去拼搏噶啦，为咗有更大嘅屋企。不过其实咧，屋企唔需要大，我觉得，即系咧最紧要系舒服啦、安稳啦就好啦。即系有时咧，即系虽然啦，香港嘅地方咧系比较宽敞啊吓，即系每个人嘅屋企都比较宽敞嘅。咁但系咧，即系我觉得一个开心甜蜜嘅屋企咧，或者系一个良好嘅居住环境咧，其实系唔需要好大嘅。即系你俾个堡垒我咧，我觉得我会好惊嘅。第一件事咧，我会惊嘅系咩咧？即系你唔，因为你睇唔晒间屋，睇唔晒间屋，你唔知屋企其他地方会唔会有其他人。第二样惊嘅就系咩咧？打扫好麻烦。你谂下，你攞个吸尘机出嚟吸尘都要吸几耐？即系你吸尘可能都要吸两个钟头咁样，即系阴功啦，系咪？咁啊，系啦，有冇 grit 咧吓？唔知啊嘛，系嘛？飘喺度，即系住唔晒咁大个地方，即系我觉得够住就 OK 啊，唔使咁大啊。最紧要舒适啊嘛，系嘛？即系够舒适就 OK 啦。四千尺得一个人住有鬼用，系啊，所以咧唔使搞咁大间嘅，咩啊？搞掂大屋先，定系搞掂录音室先？嗱，如果你咁样俾我拣咧，我宁愿拣录音室咯，我宁愿拣录音室咯，都唔会拣大屋咯，因为讲真，屋企咧真系住得舒服就 OK 嘅，我觉得真系唔需要话真系好大。即系当你一个人住系一个好大嘅屋企啦，你唔好话一唔一个人，即系你话可能你当你系住喺一个好大嘅屋企，咁但系一家人嘅，但系因为我成日咧睇戏太多啦，又系咁咧嗰啲外国嗰啲咧，即系咩外国嘅朋友啊，大家
即系咧，外国嘅朋友咧，应该会知道咧，你哋屋企咧应该系有两层楼咁样样嘅吓。咁咧，我成日就会觉得，即系你睇唔到嘅角落入边会唔会有其他人咧？即系我成日睇啲戏，因为我好中意睇系咩咧？睇啲恐怖片，好中意睇恐怖片嘅。咁咧，成日咧啲外国嗰啲咧，即系喂你上你可能个人喺下面嗰层好开心啊，或者喺度做紧啲其他嘢嘅时候咧，原来你楼上有另外一个人喺度，你唔知噶喎。咁所以咧，我覺得好似有啲唔係太安全啊。所以咧，我覺得應該即係一個舒適嘅地方咧，大細係唔係一個問題？我寧願係即係起一個錄音室俾自己去做一啲靚啲嘅音樂啦，或者去請一班人翻嚟去幫我做一個音樂啦，做啲音樂啦，或者去幫我去錄音啦，或者點樣啦。咁我寧願係做呢樣嘢啦，因為我自己中意啊嘛。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更加俾我一個有一個更加大嘅屋企咧，係一個更加好嘅事情嚟嘅，我覺得。看來小米住得很舒服，屋企不住得舒服啊，怎得呢？真是呀。什么啊？讲些什么啊？讲些什么啊？上面跳舞，跳什么舞啊？四千尺的录音室，喂，如果有四千尺的录音室，真是正啊。错，什么错啊？错什么？错什么？外国住啲人自己打理多，因为啲人工贵。系啊，因为我都有啲朋友咧，系喺外国住嘅。咁咧，佢哋不过咧，我有个朋友咧，佢嚟紧咧会移民去加拿大啊。咁咧，佢喺加拿大嗰度咧买咗间屋喎。我见佢咧讲话嗰间屋咧系1200尺啦。咁佢有埋个前面有个花园啦，有天台咁样咧，因为成等嘢都系佢嘅。跟住，然之後仲要喺海邊咁啊！哇，超正啊，成個感覺。但係咧，係講緊250几万嘅港幣咧，就已經可以買到1200尺呢一個環境。Oh my god！ 200几万啊！香港買到啲乜嘢？哦，我真係覺得，唉，真係好正，所以咧嗰陣時咧，即係佢有講佢話啊，如果你哋過嚟加拿大嘅話咧，咁可以咧，可以叫做咩啊？可以過嚟我屋企嗰度咧去玩啊，一齊 jam 下歌啊咁樣樣。咁但係，唉，我一睇我真係覺得好正啊！我見到大家話我係隱形富豪，我唔係，我正在努力當中啊嚇，我唔係啊嚇。啊！加时你想加几耐啊？移民去住啊，唔得，咁又唔得，我唔可以放下香港嘅一切。唉，睇先啊！方圆百里都冇一个人，梗系平。唔系啊，我见佢隔篱咧有邻居嘅、哦，有邻居嘅、哦，佢有影埋出边啊，好靓啊，真系，即系。我都好想有个咁嘅地方啊，不过好可惜嘅就系香港要有一个咁嘅地方，要一个咁嘅尺数，或者有个咁嘅环境系好难噶。你喺个海边，你谂下，你喺个西贡嘅侧边有间咁嘅屋，仲要系全栋都系你嘅，跟住然之后个花园，大家可以试一试幻想哦。跟住然之后咧，有个车库，有地库个地库咧，仲有个车库喺度。跟住然之后咧，跟住然之后咧，楼上咧嗰层咧就系睡房，睡房入边咧有个衣帽间入边咧，隔篱咧就有个厕所，跟住间房咧就系成层咁大嘅。Oh my god！ 我只可以咁羡慕妒忌恨。好多咩啊？好多 fans 都想去参加我嘅屋企啊！我屋企做唔到咁多人啊！
Derek Sir 他们来啊，那 两个人啊来啊，这里都已经执到满晒啦，还说请你们过来我家里，真的啊，早点回去发下梦是吧？不是，所以我就说呢，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啦，即跟着我这个眯埋眼幻想一下多么美好，跟着呢我们就擘大眼的时候呢，就要回来我们现实的生活，继续在香港拼搏。是我们香港都很好的，其实是不是 ?OK,、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值得、值得、欣赏的地方的，我觉得。我们既然都生存在香港了，我们就继续努力啦，去令这个地方更加好了，唯有。Really?OK,、okay? 好，我们继续、看看有些什么歌先吧。我觉得今天呢这样呢跟大家聊下天、又唱下歌这样呢都挺好的，大家喜不喜欢这样，还是喜欢我一轮再这样唱。因为我呢是比较喜欢呢多些互动，多啲互動啦，即係我又講下啦，你哋又同我講下啦，我又睇下你哋講嘢啦，咁樣我就覺得好開心。即係先唔好講我唱得好唔好先啦，但係我覺得開 live 咧，可以同大家咁樣去互動傾偈咧，其實係好過即係我自己係中意多啲，多過我好完整去唱好一首歌，好完整好专心咁样去唱好晒成晚嘅歌俾你哋，咁但係就冇乜沟通咁样咯。所以我其实我就好鍾意就係、我宁愿好似今日咁样，今日呢就係、是、即係我自己比较鍾意㗎啦，就係、是、同大家有傾有讲啦，即係大家唔係淨係俾啲 emoji 我啦，即係有好多 feedback 啦，唔同嘅 feedback 啦，咁有好多唔同嘅 feedback 啦俾我啦，跟住然之后我又同你哋傾下偈啦，跟住然之后呢又、可能临时突然间好似今日咁无厘啦，唔知点解唱咗啲食物歌啦。好啦，咁样好好喎，好开心啊，大家都係咪，即係我又好开心，你哋又好开心啦。咁样水中的味道，仿似
事，情此刻的像是未了解结合，留低思忆片段不经意。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只牵强地相处。冷雨夜我不想归家，盼望你背影似呼啸望雨点，谁知要说清楚，可惜我没胆识。我吉他啦，多谢大家。上次又系呢支吉他，今次又系呢支吉他，认到吧？系嘛？哎呀，真系好搞笑啊！大家，好，我哋咧唱 last 一首歌啦，好嘛？好型女系嘛？有新意啊！个我头先觉得佢带太短啊，所以我将佢掹长佢。呢个系一个麦架，屋企随时都可以拎到个麦架、麦线啊、麦架啊嗰啲，即系呢度其实都系成个 studio 咁样样。即、就、系、是、我觉得佢太短咧，所以伸长啲，方便夹啲。嚟先。
收翻埋佢先。好啦，我哋咧唱埋最后一首歌吓。而家播紧陶大宇，陶大宇，陶大宇做咩啊？陶大宇咩事啊？唔是卷发器咩？唔是啊，卷发器我家得两个咋，系咪两个？唔系三个，我家有三个，有短嘅，有长嘅，有有线有无线。咁但系就不能够喺我而家呢个位置嗰度咧，就随时可以攞到卷发器嘅。其实我嗰个唔系卷发器嚟噶，如果你话我真系一个卷黑发器嘅话，我应该得一个咋。我其他嗰两个系直发夹，我呢个都用直发夹夹出嚟嘅，大家知唔知啊？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倒转地球 ？No 啦，肥屋开翻可以去理发，系啊，但我未去啊，即系。大家要知道我是比较繁忙啲。陶大宇唱歌啊，佢唱咩啊？有唱倒转地球啦，唔使问。好啦，我哋唱埋 last 嘅呢首歌，希望我哋嚟紧嘅时间咧，可以疫情尽快消失，希望大家冇人再中招，希望之后所有嘅一切都。越来越好，希望而家如果中咗奖嘅朋友可以快快咁样好翻。OK， 好，送俾大家呢一首歌，亦都系一首可以一齐唱嘅歌。我哋等阵先，呢度有只蚊啊。OK， 有只蛋白质喺度飞嚟飞去，希望佢唔会走埋嚟。好，咁我哋咧我哋一齐。祝福香港，祝福这个世界，祝福各位，希望疫情这个病菌可以快点离开，希望大家的身体健健康康。 OK， 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明天会更好。吵醒沉睡的心灵，慢慢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崭新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写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青春不见红尘，胭脂沾染了灰，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崭新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睁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崭新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崭新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崭新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送给大家 ，Thank you。说好的早啲 off， 我哋又搞到十一点九啦。真系，逃不过呢个时间。好啦，咁就啦，果然加咗事啊嘛。好，我哋睇翻头先啲留言先吓，我哋睇埋啲留言啦，我哋先至 offline 吓。我记得头先咧有一段嘅留言我系未睇嘅。等我睇下先，我应该要边度可以砌啊？哦，讲到呢、这个大屋嘅问题之后啊 ，OK， 好啦，阿伟光昌就话咧今晚几好啊，啊中意阿 V 老都就话中意小米真情流露 ，OK， 大家有交流咧，大家都开心啲，系啊，我都觉得系噶，所以咧大家记住啦，同我多啲讲嘢啊，唔好净系俾啲厌恶字我，我唔知点样复你哋。小米真情流露好紧要噶，系嘛？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即系我哋即系喺呢个沟通倾偈嘅沟通当中咧，即系大家互相认识啦。我觉得系好过大家净系过嚟听歌嘅。即系讲真，净系过嚟听歌咧，其实即系有好多嘅有好多嘅时间啦，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啦，其实都可以有嗰啲咧，即系24小时啊，或者系唔知几多少时不停喺度
播歌嗰啲平台，其實 YouTube 都有好多呢啲平台。我有時做嘢嘅時候，我都會開呢啲嘅即係平台去聽。咁即係我覺得，如果大家係冇交流嘅話，其實聽嗰啲平台咪得咯，仲好聽啦，仲要原唱添啊，咪全部都嚇。咁、所以我覺得真係有時大家溝通一下咧係開心啲嘅，同埋咧大家互相認識多啲咯。我又知多啲你嘅嘢，你又知多啲我嘅嘢。咁我覺得呢、這個先至係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咯。咁就唔係好似話淨係唱歌唱歌唔唱歌咁樣咯。所以點解 live 貴過 CD 咁多？係冇錯，自由發揮創意，做一個小息都可以，不要太疲累啊！係啊，多謝你啊 ，Sandy， 我哋free 啲咯，可以嚇，唔需要咁拘緊啊！我發覺有時咧，我自己聽翻自己嘅 live 咧，有時我都會自我檢討，因為每一次聽完之後，我都會自我檢討一下，究竟當日我做得好定做得唔好。我唔係話純粹去打啲時間落去咁簡單，我會重新聽一次自己嗰一日嘅 live 究竟係點樣啦。咁自我檢討一下，究竟當日我有啲咩做得好嘅，我就可以 keep 翻啦；唔好嘅，我就要更正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有好多時咧，我覺得俾得太多框框自己嘅，即系我定得太多嘢俾自己，咁令到咧好似每一次都系如此一樣嘅流程啊，每一次都系一模一樣，每一次都系咁樣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個框得太死啊，所以我覺得同埋好少同大家交流，我就想咧就可能即系直播咧就可能就俾多啲嘅交流，咁就會好啲咯，即系好似今日咁样玩一下啊，咁样去做一个 live 咧，我觉得其实都系另一个好嘅地方嚟嘅。咁大家又可以讲多啲嘢啦，大家又可以开心一下啦。咁我又同你一起互动啦。咁呢个我觉得先至系一个直播嘅真正嘅意义咯。如果唔系嘅话，其实我录制，哎呀，啲兰花跌咗一朵落嚟，干花。即系，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做 live 嘅意义啦。即系变咗就如果唔系，其实我自己喺屋企开着呢一 set 嘢，跟住然之后录制靓靓，唱得靓靓，跟住然之后就跟住然之后就去整埋啲歌词啊，成咁样，跟住铺上去，咁就砌过一个钟头嘅专辑咁样，跟住不停喺度播，咁就算啦，系咪？咁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很重要的呢样嘢，咁我哋倾多啲偈啦，可以吓，即系当然唔系话成集倾偈啦，好似今日咁样，系可以好似今日咁样，即系倾下偈，大家互动一下，又有啲突如其来嘅玩法咁样，即系因为之前咧，我发觉咗好多次啊，即系例如好似话之前讲过话星期六会有 party time 啦，或者可能我每一日都会每一次都会有二选一啦，咁大家就会好確定咁樣就話我今晚要過嚟玩二選一嘅，我今晚要過嚟聽 party time 嘅。咁但係咧，當我睇到原來其實我個 party time 嘅時間咧，即係我自己去諗嘅一個 party time 嘅時間咧，但原來並唔係有好多朋友係歡喜嘅喎。即係其實你睇反應睇到，雖然大家係好中意聽快歌，但係其實你會見到，因為中間冇交流，咁所以咧嗰、那個嘅 feedback 翻嚟，其實大家可能好中意，但係亦都未必係一個好好嘅效果。咁所以咧，大家開始見到我好似星期六嘅時間咧，我就未必會有 party time 嘅。我唔係會 cut 咗佢，我係都會有喺度嘅。不過咧，我係可能未必係每一個星期六都會有呢樣嘢咯。咁我可能係十時間突然間有一個星期六會搞一個 party time 送俾大家。咁希望大家可以咧係一個即係唔需要話成日聽啲好抒情嘅歌咁样样嘅咯吓，哎呀 ，Steve 翻嚟喎 ，Hi Steve， 啊，小米赞成你讲嘅讲法，好，跟住然之后咧，啊，唔好意思啊，大家，因为我仲喺上面啊，我仲喺大家楼上啲留言嗰度啊，咁所以咧，我见到大家而家都喺度即系互相倾紧偈。
好啊，我好努力，我好快咁样去睄一睄大家啲留言啊，睇下有啲乜嘢系可以好需要 feedback 嘅，我就做咗 feedback 先。如果唔系嘅话咧，系大家自己嘅，即系唔需要点样去回应嗰啲咧，我就 skip 咗佢先吓，因为我知道而家都时间都夜啦。今晚夜我不想讲啊，呢个系啊呢个啊叫做歌词啊，影到爆啊，啊！好型女啊，系嘛？睇嚟我都要孭翻个吉他仔先得咯。兜转地球，我睇到呢度啦。唱首《不歌用情》，我睇嚟大家真系好中意《不歌用情》呢首歌。等我 po 翻上去先，我将上个星期嗰首《不歌用情》我 po 翻出嚟俾你哋好唔好啊？因为咧，那个我唔知道可以挨几耐。佢咧，因为嗰一集咧，佢红标过噶啦。咁我唔知佢幾時會再封，咁所以咧我就將佢剪輯咗出嚟鋪俾你哋先。呢首《不過用情》係嘛？小妹好少唱王菲，啦啦啦，唔係啊，王菲我都有唱嘅，不過係真係偏少咁解啫。我有唱嘅，成你所願啊，獅子山下，好有 DJ feel 啊，學到艾力啊，唔係佢嗰啲有音樂襯底嘅，我啱啱嗰啲冇音樂襯底嘅。同埋艾力嗰啲系中意唱完嗰首歌，跟住先至讲噶嘛，我就讲咗先嘅。明天会更好，小米会更靓 ，fans 会更多嘛。多谢 Tony， 多谢你嘅祝福 ，thank you。啊，唱紧系嘛？系啊，嗱，呢啲歌真系咧，冷雨夜呢啲咧，真系好犀利嘅，即系 Beyond 呢啲咧，一出咧就大家都好中意啊呢啲，即系一定系一齐唱噶啦呢啲。阿 V 老督做咩系咁讲啲 artist 嘅名嘅？费玉清、蔡琴，你系想听佢哋啲歌定系点样啊？我唔明白。恩妮，全人类都啱听，系啊！呢首系真系好正，拜拜歌唱得真系好听，多谢 Sandy，thank you。好啦，我而家应该要去到呢一度，我睇得好快噶啦吓，大家唔好意思啊。等到我一陣啊！我仲未同大家講拜拜啊嘛，但我就想睇咗大家啲留言，睇下有冇啲乜嘢係可以即時喺呢度 feedback 先嚇。玩即興主題都幾好玩啊嘛，大家可能要承受一下，好似今日咁樣有少少甩嘴咯，你介唔介意先歐樂？今日嘅玩法真係好驚喜啊嘛，係因為我覺得咁样呢，即係大家又开心啲啦，又可以即时讲下啦，咁我又可以挑战下啦，我又开心下咁样囉。咁所以变咗我觉得係几好嘅，我几鍾意今日嘅玩法，大家鍾唔鍾意先。如果大家鍾意咁嘅玩法嘅话呢，咁我哋可以尝试下，其实我都唔知我可唔可以做得到，因为我都係唔知点解今日会变咗咁样嘅，等我去睇下究竟係点样样先。小米啲身體語言都好好，係咪真係㗎？多謝小米今晚咧，開心快樂，大家多謝小米今晚開心歡樂俾大家。哦，多謝吹吹，多謝睇直播咧，最緊要就係可以同主播互動，我都覺得係。揾日成晚玩二選，成晚玩二選一，即係揾我攞我條命喎、啊！我覺得如果成晚都玩二選一嘅話咧，大家可能會好疲累嘅，即係因為你每一成晚都要選擇究竟要聽啲咩歌啊嘛，係嘛啊咩都好喎、啊，可以咩啊？可以第170集17 round 二選一17 round。小米佢哋唔想讲拜拜，系啊，冇错。不歌用情我听咗十几十次啊嘛，系咪好听啊？嗰首歌你学咗未啊？段之如咁，你话要学噶、哦，唔该小米播放，好啊，冇问题，我就即刻剪过嚟啊。唔系而家，我而家要瞓觉，我可能星期，你要我星期听日或者后日啦，好冇？我听日或者后日，大家有留意嘅话咧，我通常星期日咧，有时我系唔会摆片嘅，因为星期日咧我都想自己休息一下，咁所以咧我可能有时星期日咧都唔，你哋会发觉我星期日冇片嘅，有时
就是我自己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这样。所以呢我看看星期听日或者听日或者后日我想受不歌用情给你们。他们不想和你分开。是啊，阿卜阿卜，哎，阿卜阿卜，而家嚟啦，系嘛？阿卜阿卜嚟嘅时候，我哋就要 say bye 啦。又系 say 个 hi and bye 啊！好啦，咁啊，我都唔阻大家时间啦。我哋而家已经去到咧呢个阿 Derek Sir 嘅生日啦，3月12日嘅23:59呢段时间啦吓。咁啦，我哋呢个 live 系横跨到听日啦，变咗吓。我讲埋后边堆多谢，应该都。橫跨聽日噶啦，好咁啊！非常之感謝大家今日嚟到小米嘅 live 呢度，同大家一齊傾偈，一齊唱歌，一齊互動，一齊今日食啲好好食嘅嘢食，食啲好好嘢，好好食嘅嘢食。啊，我哋今日嘅甜品歌啊，一啲食物歌啊，咁啊非常之多謝大家 ，thank you。咁啊亦都啦，多謝我哋碧標哥啦，到堅持到而家呢一刻啦，都仲幫小米。做緊轉播啦 ，thank you， 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嚇。咁啊，另外啦，要感謝我哋球哥啦嚇，喺我哋嘅快手嗰度咧，一直喺度堅持住咧，去幫我睇住個快手啦。咁啊，亦都咧多謝我哋保護藝人啦，係幫我啦喺呢個YouTube Live 呢度啦，幫我drop 低所有嘅歌曲嘅。thank you， 多謝你嚇，唔該曬 ，thank you， 多謝各位。咁亦都多謝咧我哋所有咧陪伴咗先咪咁多個鐘頭嘅朋友啦。你啊，即係無論你有冇出聲都好，咁啊希望繼續支持小米啦，多謝你啦，去一直去默默咁樣支持小米，多謝多謝多謝，希望大家越嚟越好，越嚟越好，同埋越嚟越好啊！重要嘅事要講三次啊！咁希望大家咧最緊要開開心心、快快樂樂，身體一定要健健康康，就是这样了。好，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讲一下我们赞助了今天的直播的朋友。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赞助了我们小米的直播的朋友 ,YouTube 的朋友，我们会有Doris, 阿伟，还有暖之月感，欧乐的 Danny, Kita 哥 Mandy, 还有比卡超，比卡超 Edwin,仲有 Tony 啦、Sam 哥啦、建明啦 ，Thank you，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喺YouTube 嘅 Super Chat 嘅方面咧支持咗小米啊！咁另外啦，我哋咧亦都喺呢一个嘅PayMe 上高啦，小米俾咩啊？小米俾我 feel 好 close 啊嘛，最紧要大家开心咯，我成日都会讲呢句。多谢多谢多谢郑小姐同埋多谢容生啦，多谢你哋嘅汤圆啦。仲有咧，多谢我哋喺开播之前嘅 Gary 啦，吓，多谢 Gary Lie， 多谢你喺 PayMe 上高嘅支持啦。咁我哋咧喺支付宝方面咧，我哋要多谢 Owen 同埋咧 Simon 哥嘅支持啊 ，Thank you。好，咁啊，应该就仲有咧，嘿，仲有兴哥啊，多谢兴哥，多谢你喺呢一个转数快上哥嘅支持啊，多谢你 ，thank you。咁同埋咧，我哋有球哥啦喺微信上哥嘅支持啊，多谢。我有冇漏啊？仲有陈生，系多谢陈生喺直播之前嘅支持。跟住就应该冇漏噶 ，OK。咁如果有留就话俾我知啦，唱首生日歌俾大家，唱咗啦！头先我哋今日唱咗生日歌送俾四位朋友啊，系啊，咁所以唱咗噶啦。不过嗰阵时可能你未入嚟我哋个 live 度啊，系啊，系啊，我哋星期四再见啊，系啊 ，Christine， 你要加油啊，知唔知啊？我知道你今晚一路都喺度嘅。我亦都知道 ，OK， 加油啊 ，Christine！ 好啦，咁就唔同大家讲咁多住啦，我哋真系要 offline 啦，我哋0:03啦。哦，星期四你要翻中班啊？咁啊，冇办法啦，翻工紧要嘛，我哋星期六见咯，好冇？啊，咁我哋咧，星期四咧就同其他嘅各位朋友。见面啦，咁啊，我哋星期四晚上嘅9:00再见啦。
希望到时再见到你的来临。Thank you， 多谢。咁啊，大家如果未俾 like 嘅话咧，咁啊希望大家咧俾多个 like 小米啦。咁另外咧，未订阅嘅咧，亦都可以订阅下啦。多谢你 ，Thank you。咁我哋咧星期四晚再见啦，拜拜。